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在讲究细腻度的高尔夫球场上，挑选一套适合自己的球具，对于刚入门的初学者来说，就是一门大学问。于是就有业者把新科技融入到球杆当中，让刚接触这项运动的人可以更快上手。表面它用的是Mirage Steel， 是麻钢的这个表面，所以球打到的话，等于是它球几乎是从球杆里面跳出去的，那个反弹力道很大。所以我从铁杆这部分在打的时候，那个距离大概平均多了大概有十码左右。球杆的设计的杆头就是让我们这些业余选手我们所谓的比较 forgiving， 它是比较容忍这个什么我们的失败率比较大。所以其实我感觉上，就算有的时候没有打到球的话，它的球那个球也不会歪得太多。除了提高球杆的容错率，让球员可以更好上手之外，市面上现在更是出现具有弹道调整构造的球杆，让球员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调整杆头的配重。所以等于有的时候你买了一个球杆，你用了一阵子以后，哇，我现在可能我变胖了，我的那个下来的速度不一样，没有办法就再买一个新的。现在慢慢都采取这种，就是说你的重量跟你的这个角度都可以去做调整。所以我觉得他还在这部分来讲想的还蛮周到的。运动科技日新月异，选手的训练方式在进步，配备也得与时俱进。厂商把新科技融入新球杆，就是希望让业余的球友在打球消遣的同时，也可以获得满满的成就感。 YTV 新闻采访报道。